对于 Form Tree 的朋友来说，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就是到底要去读理科好呢，还是读文科好？有人说读理科比较有前途，也有人说读文科，哎呦，赚不了多少钱啦。也有人说理科很难读，也有人说文科只适合女生读。哎呀，这么多的传说，为了这个选择而头痛的你呢，记得一定要看完这支影片，或许你心里面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答案哦。Hello， 未成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Dino 学长。中学四年级在 KSSM 下呢，除了有基础科如马来文、英文、数学、历史、科学、道德教育以外呢，还可以根据你的兴趣选择你要修的科目哦。虽然说选修科，但是文理之分还是存在的。选修课可以分为两大类，分别是 STEM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以及人文学科。而 STEM 理科又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第一，纯理科，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和高级数学；第二，物理、化学、生物中选修两个，高级数学以及另外选择至少一科其他科目；第三，选修最少两科应用科学和技术科目，或者是任何一科技职科目。至于选修人文配套的同学，除了有六个核心科目，可以在语文、回教研究和人文选修课中选择有兴趣的。学生呢，可以从 STEM 的选修科目中选择其中一科来修读，技职科目除外哦。那么，理科和文科它们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呢？第一，两种不同的学习方法。如果说理科是海的深度，那么文科就是海的宽度了。理科比较注重逻辑、运算、记忆等，需要耐心、细心来找到标准答案的。而文科就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咯，需要更多的感受、想象、分析，还有创意来表达。当然，文科也是需要记忆力来背诵的哦。第二，未来专业的不同。文科生未来可以报考的专业包括经济学、哲学、大众传播、平面设计师、语言文学、教育、心理学等等。而理科生未来可以报考专业包括有电子 IT、 建筑设计、计算机、医学、制药、应用化学、生物工程等等等。至于如果你将来想要从事律师、金融还有经济管理类的同学们呢，其实文理科都 OK 的，最重要就是你的基本科目，比方说你的国文、英文类要学好哦。那么以后在学习啊，还是在职场上呢，良好的语言理解和沟通能力是很重要的哦。了解了理科和文科的基本差别、未来发展等等，那么同学最关心的问题来了，那就是理科和文科我到底应该怎么样选？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你的个人优势，来一个简单的评估方法吧。看回你中学三年，如果数学、英文、科学成绩都很好，建议你选理科；而马来文、英文、华文、历史成绩好的同学呢，整理和记忆力很强，科学成绩平平的话，这样的学生建议你选择文科或者是应用科学，再加商类型的科目哦。优势会排在第一位，那是因为一个人的潜能决定了学习效率和努力的效果哦。第二种选择的方式呢，就是考虑自己的兴趣所在了。理科和文科其实关系到一个人的未来职业发展，甚至呢会影响到日后会遇到的人。可能你会觉得，哇，你不要这样夸张咧，Dino学长。那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哦，所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往往呢会丧失这个主动性，这也会影响成绩的。不要觉得哎呀读理科就前途无量的迷思，如果成绩差都不及格的话，真的有比较好吗？有些同学会问，只是高中罢了哦，如果我选错了文科或者是理科，真的就没有退路了吗？亲爱的，大多数的情况呢，不管你选哪一科，只要成绩 OK， 未来你想要选择的大学或者任何的科系都是没有问题的。 But 这边有一个 But， 你要注意注意。那除了那些想要念医科学医的同学们呢，如果高中你是选文科的话，那么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退路了，只能够重考高中的理科班啊，不然大学要文转理其实是根本不太可能的。
所谓的学医就是要从事医学研究，当医生、兽医、牙医、心理医生、营养学家等等等，只要呢是有涉及开药、开刀、治疗等相关的，生物呢是必须要选择的科目，那么就一定要选择高中 STEM 纯科学理班打好基础咯。总而言之，选择文科或者理科的前提就是要深度了解科目和未来的职业发展的关联。那么有什么管道呢？同学们，你可以通过学校的学长姐、老师，或者是你也可以到未成年的 YouTube channel 那一边观看很多相关的影片，包括 MBTI 职业测试以及各大学的科系介绍还有要求等等等，相信绝对能够帮到你的。老实说，十多年前呢，我在Form 3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会有 YouTuber 啊 FB 小编这一类型的新工作。其实这些新型的工作呢，其实没有分文科还是理科的，都可以以你的专业为基础，然后进行分享知识。所以啊，在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文理科生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舞台，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有热忱的，然后开始朝着你的目标前进。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主动学习才会让你变得很出色哦。亲爱的小同学，那你决定好了吗？要当个理科生还是文科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来告诉 Dino 学长哦。我是 Dino 学长，陪你一起成长，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啦，拜拜。